影响住华南沿岸嘅冬季季候风逐渐缓和，令到本港嘅气温普遍较寻日回升两三度。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7度，新界就再低两三度。天文台话，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会喺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。预测今日会多云同埋干燥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嘅气温大约20度，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，朝早嘅气温仍然清凉，喺星期四仲会落雨，而到咗今个礼拜后期，天气会再次转冻，气温大约系10度至15度左右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。